猎人向狐狸开枪，为什么猎人死了呢？我估计这个会很难。然后那个哲瀚，你知道谜底是什么吗？但是你不能说。我不能说。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人说了啊，真的、啊、在上面是不是？反射弧啊。哦，反射弧。看来这个都是老梗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你们的智商，你们的智商。你看这都刷反射弧。哇，厉害厉害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还比较冷的笑话。哎，那就是。话说啊，有一个猎人开枪打死了一只狐狸啊，然后猎人死了。狐狸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你知道为什么他笑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你听过没？为了缓解尴尬吗？因为他说我是反射弧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在屏幕前打出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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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